这个阵容我还本来是往岩雀的打算，本来打算往岩雀的，这阵容选出来我不能往岩雀的。主要是泽拉斯选择没事，就有点差吧。然后阵容上路选了个刀妹，确实也不是很好。下路看有没有机会，他们换血换的比较猛，但是不是太猛。然后我们下路没有牛人的，要是个硬斧的话，泰坦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去抓的。这个英雄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去抓。升个三级啊！哦，他们自己解决了，那就更好。然后他们要回家，兄弟们，他们要回家的，我们不能去反野啊。他是上面开的，他们要下路要回家的，他现在刷下面去，我们不能反。我们下路要回家的。中路打得很凶，上路没怎么打，那就这一波看中路。推荐慢一点可以把它越了的。这不是个机会啊！OK OK， 他把别人的大便骗出来了。但是只能打个闪，还是可惜的。我打 F6 换的。闪现吧，不闪的话被拉回去的。他进场卡士也在扣我的，往后面拉一下。啊，直接兄弟们直接不回了，打这个吧。小龙的话得回家才能打，但是这个虚空掌弄不了。你真不打算支援一次啊？亚索别去了，亚索回去了，还好，亚索要去的话他就死了。刷一下吧，兄弟们，这波刷一下。
哎，这个人只要兵小兵里面有两个亿，就抓不到他。哦哟，这么凶！啊，确实有凶的。那就死两个，回头挡的话，那就死两个了。这边也多个人眼，这边稻草人跳大的话，也有很大的。我刚刚不好去追那个什么，就这么刚刚这种情况不好去直接去追那边光辉，知道吧？追光辉的话，你整个他会往这里跑，然后我们队友还不敢阻止。他这样话追光辉的话，最多一换一，我最多杀他一个。但是我如果追女警的话，我杀一个，然后如果光辉回头的话救他的话，或者闪现再把光辉杀了的话，他这样的话我能杀两个。现在什么段位？翡翠，翡翠三还是翡翠二，忘了。没事，上分很快的，现在刚打完定位。这波对面打也好，现在跳大呀，感觉。哇，你在后面跳大。哎，果然在后面跳大，不该去的。我感觉就在后面跳大，兄弟们，感觉到了。下的乌漆嘛黑，全部是黑的。这几天生病了，兄弟，现在声音都有点不一样，我现在还没完全好呢。没大的还能过来抢啊，哪来的胆子？哪的胆子？哇，这光辉走位可以啊。这小走位还回头一下，把那个刀妹的 E 给躲掉了，不然他必死。确实确实，我也是自从新冠之后就开始生病的，容易生病的人。这容易生病的，
这时候最好不要抓下，抓下的话容易被稻草人跳大，容易炸，下的视野太差了。我以前，我这么说吧，我打，哎，对，就是不是得了新冠，就是那个疫苗，疫苗之后就开始各种病的，颈椎也不行的，本来颈椎本来就也不好，但是打了疫苗之后就他妈的头痛开始，颈椎因为颈椎的问题导致头痛，之前就没有因为颈椎导致头痛。那个谁来了呢？谁来了？稻草人来了，站远一点，站开一点，推是可以推掉的。这边到中单没来。我不会在这里跟你等的，兄弟，我下的野区都是野怪，我等跟你等什么呢，是吧，我下的野区都是野怪，我不会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的。确实打了疫苗之后就开始出问题了，就开始容易生病了。哎，以后真的以后我是真不打疫苗的。以后能不打就不打。我之前是为什么打密苗的，我也不愿意打，我是我们村里面的人，村主任，非要打，非要发给他发个什么打完的那个证明，还得发拍照发给他。我那时候是在乡间打的，确实负，我打完之后过了就不到一个星期，我这个头开始痛的，我操，我就那个什么，一个星期左右吧，具体时间不记得，反正一个星期左右。一个星期左右是吧，一个星期左右，然后头开始就是那个头开始痛，就是刺痛那种，跟那个什么颈椎有关系，但是颈椎只是一个一方面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那个什么，他打完疫苗好像我的那个血流通更慢的，我得去吃那个什么药，镇片丸，吃了有个接近一个星期的药才开始好起来。打疫苗之前我从来没生病，我不是应该说打疫苗之前上一次生病还是小学四年级，小学上小学的时候。操，这个在上面，后面一个人，
不闪的话是吧，再吃点伤害的话就没了。主要是后面有个人，没人的话我直接把他宰了。出个水银时代吧，兄弟们，出个水银时代。제압되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打这个稻草人出神时代好打，好打很多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一个比一个加慢，我操！看这个光辉会不过来，这光辉应该会过来吧。这边有个亚索，兄弟们不敢过去，把亚索走了。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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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想死，我700块的赏金。就浪费了个先锋，操！现在狼枪好不输出啊，这天赋现在都这么大了吗？现在狼枪前期有点，就是现在有点弱，感觉就得打极端一点的符文。尽量扣像我这样扣两个位置，扣一个人野上的人，然后再扣对着对面后排的那个人，就让对面后排不能打输出，他打输出就吃我的阿龙肉了。来来来，兄弟们，大龙大龙大龙，有几级数？这边还有个野怪呢，把它放了吧，兄弟们，把它放了吧。再把下面野怪也放了吧。再把这个蛤蟆也反了吧，先冲无尽吧，兄弟们，先冲无尽吧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先冲无尽的，伤害高很多。
下面两个野怪肯定有刷的，我没时间一直刷野，我这不要早点做事情呢。有水银时代啊，我这也去做眼不用太怕。兄弟们帅不帅？穿多少件这个？这就有水银时代的，水银时代的好处，做视野都直接往对面野区钻就行了。要是没有这个水银时代钻野区，我靠，直接控到死。根本就不敢这样做。